谢米食堂，滋喽一口酒，吧嗒一口菜，酒足饭饱，茶余饭后，欢迎收看谢米食堂，我是主持人龙飞飞。从蓝田猿人文化算起，中国有80万年的历史，即使从盘古上帝女娲算起，咱中华也是起码拥有5000年文明史的古国大国。这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甭管是春秋战国时期屁大点的地方建立的国家，还是一统江山的大朝代，只要是有人称王称帝了，那就会建立自己的皇宫啊。这上下5000年到底有多少座皇宫，怕是已经数不清了。不过啊，毁的毁，烧的烧，现如今能存世的，况且是正牌的，恐怕也就只有北京和沈阳的两座故宫了。其他的要么长埋于地下，要么只剩遗址，还有像台北故宫那样的啊，皇上压根都没去过，那算什么皇宫啊，是吧？所以啊，咱们今天的话题还是得蹬回北京来，来好好聊聊世界五大宫之首北京故宫的那点事儿。谢米食堂。故宫，故宫，顾名思义，当然是有故事的皇宫了，要不然我今儿啊也就没得跟您聊了。大家都知道，北京故宫啊，法国凡尔赛宫、英国白金汉宫、美国白宫、俄罗斯克里姆林宫，世界五大宫，这北京故宫可是排在响当当的第一位的。不过啊，在过去的500多年间，故宫有且只有一个名字，那就是紫禁城。我记得之前有一期节目里，我还特意说过啊，某个脑残的清宫剧简直是胡编乱造，这台词里竟然就蹦出了故宫俩字儿，这不缺心眼吗？那么故宫这个称谓是啥时候开始用的呢？1911年，辛亥革命，满清垮台，那会儿紫禁城还是紫禁城。直到了1924年，溥仪被这陆中林率领的手枪队赶出了紫禁城，等到了第2年，皇宫变成了博物院，正式对外开放以后，这紫禁城才改了名，改叫故宫。很多人可能没来过故宫，没进过紫禁城，对它的了解呢也都是来自于各种各样的连续剧，是吧？在这儿啊，我不得不说，某些电视剧是真坑人呐。这打个比方啊，说哪个大臣惹怒皇上了，皇上一任性，直接就发话了，拉出午门斩首啊。编剧同志，您知道午门在哪儿吗？那可是整个紫禁城的正门，谁没事闲的挨家门口杀人呢？那不是自己给自己找晦气吗？我呀，普及一下，明朝那会儿砍头在西市，后来叫西四，也叫西四牌楼。而清朝呢，刑场在南城的菜市口，像八大顾命大臣这个肃顺以及戊戌六金子啊，都是在那儿被砍的头。皇上说推出午门斩首，其实啊，这还得去菜市口出这红差。那午门啊，顶多也就是大臣不听话啊，出廷杖，也就是打屁屁的地方。还有啊，电视剧里面每天早上皇帝都会跟众大臣在这个太和殿上早朝啊，嘚吧嘚唠唠嗑，什么纪晓岚和和珅还得明争暗斗一下，是吧？其实根本不是这样的，谁大早起来开会啊？这早朝的制度在清代那会儿基本早就废了，如果没有重要的事儿，皇上批折子就行了啊，完后该干嘛干嘛，琴棋书画诗酒花，柴米油盐酱醋茶，这皇上也是人呢。对了，今儿聊故宫，我想起啊，之前我在另一档节目里讲过这个故宫闹鬼的事儿。说过去80、90年代傻瓜相机啊风靡于世那会儿，有人在故宫的红墙黄瓦下拍照，拍完回家把胶卷洗出来一看，妈呀，竟然就拍到清代的宫女了，而且面色铁青，一个个低着头排着队，像鬼一样从这镜头前划过。哎，这事儿可不是胡咧咧啊，也不是传说，故宫里确实阴气重。您想吧，这过去的后宫除了太监、宫女、娘娘以外，就只有皇帝一个纯爷们儿了啊，明显阳气不足啊。而且呢，解放以后，很多在宫里曾经待过的老太监证实说，这紫禁城里确实住着很多仙儿，像黄鼠狼、刺猬、这个狐狸啊，以及传说中龙之九子的各种瑞兽。另外，
故宫里面有一口诡异的井啊，一口枯井。白天您往下瞅吧，一眼就能看到井底的石子和荒草。但是在天有明月的夜晚，子时一过，您再往井里看吧，石子荒草全无，那里面可是满满的井水，而且透着月光，水面上能映出个人脸来，但那脸可不是你自己的。总之，这关于故宫神秘且灵异的事儿啊，还有很多。您要是想听想看，可以关注我们节目的公众号“购野 China”， 也就是 G O Y E China， 用微信搜一下就成。或者呢，扫一下这儿的二维码也行。进去以后啊，您直接发送“故宫”俩字儿，做好心理准备，您就什么都能看见了。泄密是他。刚刚说电视剧都是蒙人的，其实也不能完全这么说啊，一半一半吧。例如前些日子我带节目编导杨震去故宫玩，他提了个问题，着实的给我问着了。他说老看电视剧里那些个妃子不听话啊，给皇上惹毛了，然后呢就被打入冷宫吃糠咽菜去了。那这冷宫他挨哪儿呢？咱瞧瞧去吧。甭说啊，您就算找遍故宫那8707间半屋子，您也找不着哪间房哪个店门口上挂着冷宫的牌匾啊，因为冷宫它只是个称呼啊，根本没有实际的固定地点。例如这个《甄嬛传》里，纯元皇后被囚禁在了景阳宫啊，这景阳宫并不破也不烂，只是位置比较偏。雍正呢，把皇后囚禁在那儿，死生不复相见。然而在《还珠格格》里，这景阳宫又成了五阿哥永琪的住所，所以啊，冷宫它没有固定的地儿。说白了，皇帝不待见你，褫夺了你的封号啊，撤走了伺候你的人，你住的地方就叫冷宫。搞不好哪天啊，皇上又看上你了，你住的冷宫瞬间就要变成暖宫了。我呀，还是说几个曾经的冷宫吧。这第一个叫乾熙啊，也叫乾熙五所。这儿啊，就是曾经所谓的冷宫。说当年明熹宗朱由校的奶妈客氏仰仗着这皇帝的信任，跟这魏忠贤勾结在一起把持朝政。而玉妃呢，性情刚烈正直啊，怀了龙种以后可能是脾气不好，就得罪了客氏。客氏呢就跟朱由校说玉妃怀的那是野种，根本不是你的娃，这事儿你得好好查查。嘿，这傻木匠皇帝听完还真信了，立马就把玉妃打入别宫，活活就给饿死了。这个别宫啊，据考证指的就是冷宫，而且呢是比冷宫还要惨的这个宫殿夹道，也就是前西五所几个宫墙间的过道啊。这地儿是人待的地儿吗？况且还是个孕妇，这他妈还不如给一刀来的痛快呢。这第二个地方啊，叫安乐堂啊。安乐堂本是安置那些生病的、什么无权无势的或者老太监等死的地方，不过就是这么个地儿，竟然就奇迹般的哎诞生了一位皇帝。都知道明宪宗的老婆万贵妃那是个醋坛子哈，自个儿没孩子也不许别人有啊，这宫里谁要是怀孕了，他知道以后就得立马打掉。但是宪宗吧，他有个爱好，喜欢去藏书阁看书。有一天他呀找到了一本奇技淫巧的怪书，哎，看着迷了。等他放下了书，突然就发现藏书阁的宫女纪氏长得好看顺眼，于是呢就跟他嘿嘿了。结果啊，宪宗这朱见深的枪法还挺准，一枪就中了。哎，这万贵妃知道后就让宫女去给这纪氏堕胎，但宫女呢怜悯纪氏，回来就撒谎说纪氏不是怀孕了，是长瘤子了。万贵妃这人多疑啊，说皇帝既然碰了你，就算你没孩子啊，我也不让你过好，过不了好日子。于是呢就将纪氏贬到安乐堂去了。后来在太监张敏和宫女的保护下，这朱佑樘，也就是后来的明孝宗，在冷宫安乐堂就这么出生了。这说的呀都是明朝的事儿，那清朝的冷宫挨哪儿呢？哎，在景祺阁北边的北三所。这可是名副其实的冷宫了，曾经关押过大名鼎鼎的珍妃。据当年亲手把珍妃推进井里的二总管太监崔玉贵回忆说，这儿啊就是所谓的冷宫。
珍妃住在三间北房里最西头的那间啊，屋门是由外面反锁的，窗户呢有一扇是活的，吃饭洗脸都是由下人从窗户递进去，这吃的呢也就是普通下人吃的饭。有两个太监啊说轮流监视啊，那日子过得真是能直接无聊死。如今您要是想去北三所看看那是没戏了，因为那地方塌了，唯独珍妃掉下去的那口井还在。他呀被崔贵推下去以后，尸体在井里泡了一年多才被捞上来，后来呢在井口石上打了铁锁，原封原样的就保留到了今天。这个呀您倒是可以去瞅瞅去。泄密是他，既然冷宫看不见也找不着，那去故宫总得打开隐藏模式瞧点有意思的东西吧。就比如说隆宗门匾额上插的那个箭头，哎，实打实的射箭的箭头。说禁卫森严的皇城里怎么可能出现这玩意儿，这谁胆这么肥敢在这儿放炮射箭呢？您啊还得听我跟您慢慢道来。白莲教，中国最神秘的宗教结社之一啊，前身是东晋时期就已经形成的白莲社，属于一种那个半僧半俗的组织。由于白莲教的教义通俗，很容易忽悠群众，所以呢它有着非常强大的势力以及众多教徒啊。等到了清代，有一部分将这个反清复明视为毕生追求的教徒从这白莲教里面分离出来，成立了专业的造反派天理教。在嘉庆十八年八月份，爱新觉罗永琰带着一行亲信去了承德啊，上木兰围场打猎去了。趁着京城空虚，天理教北京的头目林清啊逮着了机会，迅速集结了二百多人，说要组织起义军攻打紫禁城，推翻着满清的统治。甭说这帮人还真有两下子，举着枪背着剑一路闷头就干到了紫禁城啊，杀到了隆宗门外，与这禁军侍卫展开了这个激烈的战斗。林清这一伙人知道想要攻入内廷就必须拿下隆宗门，所以呢这一仗打的可谓是龙战于害，极为惨烈。您别看起义军只有二百多人，但他们足足扛了一天一夜才被赶来的援军彻底歼灭。哎，这会儿驻扎在城外西郊的精锐部队火器人赶来了，这才算把这个天理教林清这伙人给灭了。而隆宗门匾额上的那个箭头正是当时起义军留下的。嘉庆皇帝回来以后啊，为此事破天荒的下了罪己诏，也就是写了检讨书，并且命令说箭头不要拔，就留在原处以示警戒。所以隆宗门匾额上的箭头就这么着原封不动的被保存了两百多年。哎，但其实啊隆宗门可不只有这么一个箭头，相传总共有仨，但是到了民国后期有一个找不着了，现如今可以看到的就剩俩了。而另一个呢在隆宗门东侧啊，从北边数第二排第四根船头上，哎，那上面插着呢。您可以看看屏幕上的照片啊，这第二个箭头跟第一个在形状和材质上有着明显的不同，所以呢有专家说了，这第二个箭头不是起义军干的，是后来皇宫内的自己人往上射的。哎，那么他是谁呢？跟刚才一样，关注微信号狗爷 China， 也就是 GOYE China， 进去以后还是发送故宫俩字儿，您就知道这是谁干的了。另外在宁寿宫黄金门外的九龙壁，大家伙都知道哈，这上面九条龙个个都是翻腾自如，神态各异，色彩华美不说，那雕刻加烧造的工艺绝壁是精美绝伦，数一数二的。但就在这么一个屌炸天的九龙壁上，却隐藏着一个小秘密。这上面有一条白龙啊，有机会您仔细看看，肚子上有一块不是琉璃，而是用木头疙瘩凑数怼上去的。这怎么回事呢？当然了，这其中啊也有个小故事。泄密是他。说当年因为建九龙壁的讲究多难度大，所以呢必须要选个技艺高超的师傅领头来干。选来选去吧，这事儿就落在了一个叫马德春的工匠头上，说他是一老炮啊，技术杠杠的。嗯，的确马德春烧了一辈子琉璃了，确实是活好不粘人啊，不对，是活好技艺高啊。但九龙壁的活可不好干，
千小心万小心的，马德春带着大家伙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经历了七七四十九天以后，才终于烧制出了九龙壁要用的这270块琉璃。可就在装贴那一天出事了。当时工匠们啊都在小心翼翼地忙着，突然间一声清脆的响声传过来，吓了马德春一哆嗦。他连忙跑来一看，一个小工匠就傻傻地戳在那儿，两眼正直勾勾地盯着地上摔碎的这么一块琉璃，快尼玛哭了。马德春心说，这特么是要命啊，都这会儿了，重新烧那块琉璃肯定是来不及了，延误工期这罪名可担当不起。可要是另想法子的话，又是欺君之罪，这要是被揭发了，那也得人头落地，这可怎么办呢？等死不如一拼，干脆搏一把吧。马德春花了两天两夜的功夫，用一块上好的黄花梨木照着这个摔碎的那块琉璃，硬是给雕了块一模一样的出来，完后刷上白漆，直接就补在了缺的那块位置。好吗，生拼硬凑，九龙壁算是完工了。乾隆皇帝领着众大臣前来观看，忍不住赞叹的同时，他老人家仔细地欣赏了每一条巨龙，每一片琉璃。还好乾隆没发现那个木头疙瘩，他还称赞说，马德春手艺高超，的确是老炮中的老炮。活好不粘人是吧，他粘了块木头上去，把乾隆和文武百官全都给骗了。不过呀，蒙得了一时，骗不了一世。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木头上的漆慢慢都脱落了，也就露出了木头的本来面目。这打小我就知道，这民间流传这么一句老话，说四九城中紫禁城，九龙壁里有宝藏。我看啊，这话说的一点都没错，这块黄花梨要是能给掰下来的话，车珠子当手串能值老钱了。看完九龙壁啊，咱往武英殿东侧的断虹桥上走，那有一只倍儿逗的石狮子，一爪摸着后脑勺，一爪护着裆，嘴巴微张啊，看着古灵精怪的，很嬉皮。就这狮子，它背后还有一个故事呢。说道光皇帝的长子奕伟打小就被寄予厚望，指他今后能继承大统呢。不过这孩子呀不听话，偏爱顶撞先生。有一回先生实在忍不了了，就找到道光皇帝去请罪，说自个儿才疏学浅，皇子是管教不了了，您让我滚蛋吧，回家去我还落个消停。道光啊听罢就把奕伟给瞪来了，还没等他跪下叩拜呢，气得上去直接就给了一脚。谁成想这一脚不偏不倚，刚好就踹在了那两颗鹌鹑蛋上，结果没过多久奕伟就悲惨的挂了。后来有一天，道光打这断虹桥上路过，突然发现了这个造型怪异的石狮子，哎，左手无鸟，右手无脑，表情很痛苦的样子，这就让他想起了自己的亲儿子，不由得呢心生悔意。于是啊，他命人用红缎子把这个石狮子给盖了起来，估计呢也是怕日后触景生情。这后来宫里的人也就纷纷传言说，奕伟其实就是石狮子转世。他虽然没当上皇帝，但他不乐意离开紫禁城，所以呢就化作了狮子，准备永远在这里顽皮下去。这故事啊，我跟您说，一听就是野史，您乐呵一下就成了。今后有机会去故宫玩，我觉得没必要请导游了，您把那三大殿和我说的这几处隐藏景点都转一遍，估计啊就够您能玩上半天的。另外这宫里的宝贝确实多啊，180多万件，要是都换成钱的话，这就没法估计了，无价是吧。节目最后啊，我也拿一件皇家的东西出来给大家伙瞧瞧。这是啊一块来自的琉璃瓦，哎，黄色琉璃，明显是皇家才能用的，而且呢是五爪龙，所以没跑，一定是的东西啊。话不多说了，这块琉璃瓦您别看说上面残了，但这上面的这个龙纹是丁点没有损伤，而且绝对是明代老瓦，这琉璃层已经氧化的差不多了，底胎都露出来了，这呀可是我的心爱之物，要不是为了节目，我是万不能拿出来送给大家的。您啊要是喜欢，请打开手机微信搜索购物也 China， 也就是
OYE China， 或者呢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我们节目的官方微信，进去以后点击节目福利那个按钮，丢了一下你就知道这东西怎么能拿走了。行了，这期啊咱就聊到这儿吧。历史很骚，你我都很骚，咱们呀下个礼拜一新的一期节目不见不散。